凡基督的爱，由王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请请王牧师。我姐妹主平安。平安。特别问今天要受洗的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这一段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你知道第三章第一节开始呢，保罗就说他要祷告。他说：“我保罗呢，为你们外邦人做了为基督被囚的，要为你们祈祷。”但是，一直到这里哈十四节，他才开始发出了一段祷告。那我想，各位弟兄姐妹呢，你是否希望这也是保罗为秋雨圣约教会的祷告呢？如果我们不怀着这样的信心和期待，那这一段的祷告呢，就与我们无份。保罗为什么经过了十三节的经文啊，他才开始祷告呢？因为他不断的来提到说，他是一位为耶稣基督被囚的。他不断的到十三节的时候，告诉以弗所教会的人说：“你们不要为我这为耶稣基督被囚的而怎么样？”而感到害怕，而感到丧气，而感到这个惧怕，因为这本是你们的荣耀。所以保罗在为他们祷告之前呢，反复的讲是说，这是一位走十字架道路的使徒，这是一位为耶稣的缘故被囚的使徒，乃为一间教会祷告。所以我刚才问说，哦，你愿意吗？你愿意一位走十字架道路的使徒来为一间渴望走十字架道路的教会祷告吗？你期望这是为我们这间教会的祷告吗？提姆·凯勒牧师呢，在最近有一个讲座里面，他谈到福音运动福音如何带来一场的运动。实际上呢，我们常常用的一个词叫做复兴，其实复兴就是指到一场上帝所带领的福音的运动。于是他谈到说，福音的运动如何可以影响甚至改变整座城市。我们的职场和布道的运动，我们现在叫做恩典成都，对吧？叫 Grace to 成都。那么凯勒牧师说呢，复兴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大风，我们不一定能够开始一场复兴，但是如果复兴将要发生呢，我们是可以从三件事情上来预备自己。那我想这也是保罗在这一段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凯勒牧师说，哪三件事情呢？第一，重新发现福音。你会看到以弗所书，包括保罗的其他的书信，都是不断的先给一个教会写信的时候，都是再一次的向他们来诉说福音他从来不是一开始说，嘿，这个教会这个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做呀，这会堂已经烂了要修一下呀，还有谁犯罪啊要把他赶出去后来他会说这些事的。但是他一开始在他的书信中都是怎么样重述这个福音。重述福音不是重新讲一个不同的福音，而是重新的将那个福音再一次的让会众发现那个福音。当然当我们说重新去发现这个福音，似乎这个话里面已经带着一点点对我们自己的责备了，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光景的一个描绘了，说哦，需要重新发现福音，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忘了福音，对不对？意思就是说，我虽然已经信了耶稣，但是现在我的整个生命并不是被福音所影响和塑造的，所以我还需要重新发现福音。那么清教徒其实也是这个观念呢。清教徒说，在每一个主日的时候，都要再一次的对会众来讲福音，实际上就是要再一次的让会众重新的来发现福音，或者让会众再一次的来发现他们不信福音。再一次的来发现他们其实不理解福音。所以凯勒说，第一件的预备的事情呢，就是重新发现福音。
那这个就是保罗在之前的两章当中所重新述说的福音。在重新的述说当中呢，他当然每一次的述说都会有一个焦点。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重新述说这个福音的那个焦点是什么呢？是那万古以先的上帝的一个绝对的恩典掌管啊，一个全局都在他的手中啊，万古以先在他的心意当中就已经预定了，让他的儿子或者使他要爱的人救赎的人在他的儿子里面被拣选，来为他们预备那一个伟大奇妙的恩典。那第二呢，坦南牧师说，当我们重新发现福音之后，第二一个预备呢，就是来认识福音在这个时代和这座城市当中的一个处境化。我们待会儿会讲到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将福音与我们所在的所生活的这个场景紧密的联系起来。当然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讲，将福音和你的现在的婚姻生活连起来，不要以为这是两件事情，对不对？跟你现在的工作和学习连接起来，那大而化之来讲，我们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这同一个城市里面，我们所有的人都生活在一种同一个文化里面，都生活在同样的这个邪恶的世界。虽然自古以来都邪恶，但是每一个的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特别的光景，所以要将这个重新发现的福音来与我们所身在的这一个处境紧密的结合起来，构成对我们的挑战，构成对我们的一个入木三分的，这样对我们的一个好像 X 光一样的照见我们自己和这个时代的真相，然后看见福音在那里要生出力量来。第三一点呢，坦南牧师说，重新发现福音只能认识福音在这个时代的处境和适切性。那么第三一个，他说是不平凡的祷告。什么叫做不平凡的祷告呢？弟兄姐妹每天都在祷告。他说的不平凡的祷告，保罗在这里为以弗所教会所做的就是一个不平凡的祷告。不平凡的祷告不是只为人的需要来祷告，我们的意思不是说你不能够为你生活中的需要来祷告，为自己生活中的需要来祷告绝对不会带来一场福音运动。不平凡的祷告是为上帝的国来祷告，不平凡的祷告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平凡的祷告是属灵征战和上帝的国里面的前线的祷告，而不是后方的祷告，不是一个维持的祷告，而是一个作战的祷告，是一个征战的祷告，而不是一个琐碎的祷告，甚至不单单是你个人在密室当中的祷告，而是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的祷告，不平凡的祷告。所以保罗呢，在以弗所书里面帮助我们重新的发现福音啊，有人讲一句话说，今天的福音派教会最缺乏的就是福音，就好像说今天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最缺乏的就是什么，就是基督嘛。昨天在婚礼上呢，我就讲说，哦，现在很多人想有一个男人想怎么变得更男人啊，一个女人呢怎么样才能够更女人，但是我说呢，一个基督徒，不管你是男基督徒还是女基督徒啊，一个基督徒其实最应该想的是怎么样更基督，更基督的男人就更男人，更基督的女人呢就最女人，对不对？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能够更基督，那个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因为在这个地上没有更男人的榜样，也没有更女人的榜样。所以保罗对我们的挑战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更基督，阿门。重新的发现福音，然后保罗就为身在以弗所这座大城当中的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来祷告。保罗带来了一个不平凡的祷告。我们看这个祷告有两个特点啊，第一呢，你会看到
这个祷告其实把我们带进了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我们当中的荣耀以及在我们的当中的恩典。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典型的父子圣灵三一上帝的祷告。他首先说我要在父的面前屈膝，对吧？因为地上各家都是从他而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父的丰盛的荣耀。保罗这样子为你们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来问你刚才我所说的不平凡的祷告，请问你在平常的生活当中，你或者为自己祷告，我相信你也曾经为你的家人祷告你有没有过为这个祷告，父的丰盛的荣耀？哦，主啊，我为我的丈夫祷告，我希望父的丰盛的荣耀在他身上。你们有多少妻子是这样为丈夫祷告的？通常都是说，不如说让他听我的话。所以你们的祷告都是平凡的祷告，你们祷告都是庸俗的祷告，不会带来复兴，也不会带来你丈夫生命中的改变。保罗在这里，他抓住的那个要点是什么？在父的面前屈膝，他丰盛的荣耀。第二，借着他的灵，就是圣灵，主啊，求你借着你的灵，叫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在原文当中，这个心里的力量是指到里面的那个人，叫他里面的那个人刚强起来，叫他外面的那个人死下去。主啊，我为他祷告，因为我看到他外面那个人老是不死，他外面的那个人老是在这里苟延残喘。主啊，让他外面的那个人死下去，让他里面的那个人呢刚强起来，活过来。你有多少次这样为你身边的人和弟兄姐妹祷告过呢？求圣灵的充满，求圣灵要住在那个人里面，使那个人里面的那个人，就是圣灵所重生的那个新人，叫那个人刚强起来。第三呢，他讲到基督，对吧？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哎，很有意思哦，前面是说求圣灵住在你心里，对吧？那现在是求基督住在你心里。所以一个是要充满圣灵，一个是要充满基督，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一个的翻译呢，其实把焦点有落在了我们的爱心上。其实在原文当中是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就住在你们的里面，使你们的这个里面就建立在一个什么，一个有根基的爱上面。其实这个地方的有根基的爱是指的基督的爱，就是后面所讲的一同明白的那个基督的爱，那个广阔高深的基督的爱。所以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求基督的爱充满他们，求圣灵充满他们里面的那个人，求他们能够充满基督，充满爱，充满圣灵，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哦，你知道以弗所书一直的是在讲这个群体的教会的国度的画面，还记得前面第十节怎么说吗？现在要借着什么教会，对吧？就是借着众圣徒，就借着教会，现在使呢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注意哦，是借着教会来告诉世界，借着教会让世界明白。但你知道在基督徒甚至是在教会当中，我们看到一种很可怜的光景，就是想借着世界来使教会明白。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子做的，借着世界来使教会明白。但是主的心意是要借着教会
使这个世界明白，教会才是我们的中心。有的时候我们处在一个教会和信仰边缘化的时代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你知道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吗？最大的危险并不是教会在中国社会里面没有合法性，教会在中国社会里面处在边缘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国家的文化的一个边缘地位，这个其实并不是教会的危机。教会的危机是在教会和基督徒的心中呢，自我的边缘化。意思就是说，我们也以为在整个世界的这个舞台的中心不是我们啊，是这个世界。所以前两天呢，有一个牧师他讲了一点嘛，哎，我们谈到这个关于公共的问题了，他说了一点，他说你难道不明白教会才是公共的吗？教会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公共吗？不进入教会，在这个世界，在上帝眼里的这个世界就是边缘的，就是非公共的。所以各位，你们今天来到主的教会，你们终于进入公共社会了，你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我们心里不是有一种焦虑感，说哎呀，教会一直没有进入公共社会，你明白吗？教会才是这个宇宙中的公共社会，教会才是上帝的心意的中心，教会才是整个历史的中心。借着教会使世界明白是上帝的永恒的心意，而不是借着世界来让教会明白。所以得以与众圣徒一同的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过于人所能测度。劝人要姐妹，你有多少次在你的信仰当中经历到那种承认说他的爱是过于我所能测度的？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把他的爱看扁了，我们常常是把主的爱呢看淡了，哎呀，不过就是如此，我们没有看到那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主的爱，因为我们没有与众圣徒一同的来明白这爱。神的丰盛的荣耀如何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呢？约翰派伯牧师呢特别的强调这一点呢，他说第一呢，当然我们改革宗教会特别的强调正确的认识神，正确的认识这个福音，抓住这个福音在这个教义上面的要点，这个呢是能够使神的荣耀大大的彰显。但是认识最终是指向什么的呢？指向爱的。如果我们珍惜珍藏珍爱对神的认识，如果我们得以与众圣徒一同明白神的爱，是这个爱使神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大大的彰显。正确的思考和认识神是改革宗教会的长项，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正确的认识神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对神有正确的情感。什么是正确的情感呢？爱是不是正确的情感？渴慕他是不是正确的情感？为他发狂是不是正确的情感？你恋爱的时候有没有为一个人发狂来待在那里不说话，心里都在想他？你有没有这样子对耶稣基督有这样正确的情感？如果对上帝的正确的认识没有带来对上帝的正确的情感，那这样子的认识呢就非常的危险，因为认识从来不是终极的目的，爱才是终极的目的。一同明白主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明白这爱过于我所能测度的，被这爱所充满，才是认识上帝的真正的目的。所以因此什么是来衡量改革宗教会或者改革宗教会当中的信徒他的生命的一个标准呢？不是我们是否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
而是我们自称对上帝所有的这正确的认识是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来了那一个正确的情感，就是被爱所充满，就是被那一个为福音的热心所充满，免得让我们成为被人批评的脑袋大的百个中的信徒。我们接下来有一个校园的精兵营啊，我们叫精兵营啊，我就想了一句口号，叫做要做精兵不做宪兵。因为很多的时候改革宗教会的信徒常常搞不清楚自己的兵种是什么，做精兵不做宪兵啊。如果你愿意为主做精兵，你就没有空做宪兵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位牧师讲一句话说，魔鬼，什么叫魔鬼呢？魔鬼就是在认识上帝这件事情上超过我们，但是在爱上帝这件事情上被称为魔鬼。魔鬼不是不认识神，魔鬼是不爱神，对吧？魔鬼越认识神就越不喜欢神。你有没有因为越来越明白真理，小要你问答快要读完了，你感觉到自己你越来越不喜欢神了，那么你就有点像魔鬼了。他对神的认识越多，他越不喜欢神；他对神的认识越多，他越不想去传福音。这是魔鬼的道路。罪恶，很多不道友来的教会说，当我们说的罪，罪是什么？罪意味着全人类在上帝面前都是死人，罪意味着全人类在上帝的面前都是那扶不起来的阿斗。但是什么是神的形象呢？就是神的荣耀、圣灵的同在，还有基督的爱。神的荣耀意味着人的尊贵。罪的本质是什么？罪的本质就是我们以为我们在神之外可以找到满足我们的东西。凡是一个人希望、盼望、相信和努力在上帝之外去寻找满足他的东西，这人就是罪人，这人就走在魔鬼的道路上面。前几次呢这个我们有很多的传道人在不同的布道所，包括区会的一些教会去讲道啊。这个林强传道呢去了林西树教会讲了一次道，然后呢在那里点了一把火啊。昨天我跟两个小朋友说，我说印象传道在那边点了一把火，我们小朋友以为印象叔叔真的在那里放了一把火啊，以为他们在讲台上有火，然后呢他给点了一下。昨天呢林西树的弟兄姐妹也去大学布道，然后他们也被带到派出所了。中马田牧师呢在讲到复兴就是福音运动的时候说，他举到一个例子说，你看啊，以利亚你记得吗？以利亚在山上他建了一个坛，对吧？然后他摆好了这些柴，就向神祷告，求主从天上啊降下火来。罗马天牧师说，这个呢就叫做福音运动。我们的工作呢就是去建一个坛，预备那些可以燃烧的木材，然后用不平凡的祷告求主从天上降下火来。让我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的祷告啊，让我们看到其实没有人，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一个传道人可以使另一个人的内心燃烧，唯有圣灵可以。没有一个传道人，你心中的火一定不是唐崇荣牧师点燃的，也不是王怡牧师点燃的，也不是林英强传道点燃的，也不是任何一个传道人点燃的，一定是圣灵点燃的。没有人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对吧？没有人可以叫另一个人的心里燃烧起来。但是牧师呢是为着会众来提供真理的燃料，并且呢
为你们的心祈求，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下火来。所以灵粮传道并不是去点火的人，没有一位传道人可以点火。灵粮呢，是把吸水灵吸素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作木材丢到火里面去的人。那让我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传道人想做的事儿就是这个事儿，跟保罗一样，求圣灵在你们的里面点燃爱火，求基督住在他的教会中，充满他的教会，使教会得以与众圣徒一同明白主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阿门。使我们所服侍作为一个传道人，他一切的侍奉就是为了使他所服侍的这间教会熊熊燃烧，一个一个的为主去活，一个一个的为主去死。所以你明白吗？如果你来到教会的目的，你委身这间教会的目的不是这个，那么你和我的服侍之间就会有不可避免的冲突，最终要么是你把我干掉，要么就是我把你丢到火里去。因为我最大的愿望，我蒙神的呼召，我一切的侍奉的目的，就是把你们丢到火里面去，使你们被圣灵充满，被耶稣基督的爱所燃烧。阿门。我祈求你们在这件事情上来与我同工。阿们，我祈求你们在这件事情上来与教会的众长老传道一同的同工。阿们。我建了一座坛，把自己的职业、时间、情感、前途都放在上面，然后把我的妻子、把我的孩子、把我的家也都放在上面，然后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降下火来充满我，焚烧我，住在我们的里面，用你的荣耀，丰盛的荣耀来吸引我们。这也是我蒙召在教会当中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们害怕我把你们放在祭坛上，然后呢用不平凡的祷告向主祈求降下烈火，那你就早点跑开。因为你与这一间教会以及与这一间教会的传道人所蒙的神的呼召为敌相反。福音创造了一个新人类，创造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福音定义了教会的角色，它定义了教会是谁。在福音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觉醒了。以前我讲到一个观念哈，在好莱坞的电影里面有一个叫做角色定义的时刻，有没有记得我讲过这个？所有的好莱坞的电影里面都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角色的一个觉醒，就是那个角色对于我到底是谁，对于他的身份的，对于他的使命的一个觉醒啊。你会看《复仇者联盟》里面每一个人的故事都是这样子的，开始他不知道他是谁，最后整个故事的焦点就是他终于知道他是谁了，他终于明白他意味着什么，他终于明白他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他终于确定了他的使命是什么。那一个角色身份的觉醒是每一个故事里面的那一个焦点，后面的那些高潮部分然后要去打魔鬼，对吧，都是那个角色觉醒的一个结果，对不对？我前段时间我看一个美国的一个电影，因为最近这几年关于这个人工智能哈，哇，非常的这个使人们也产生恐惧，对不对？人到底能不能够按照人的形象，然后又创造出一种叫做智能人，对吧？或者是合成人哈？那个里面就讲说，人类呢，有人呢，他发明了一种人工智能，达到一个完全跟人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呢，没有这个没有意识，对不对？没有意识。可是有一些这个智能人呢，产生了这个意识啊，产生了意识出来了之后呢，哎，那个故事很有意思。那个故事里面呢，就是这些
这些合成人到底有没有权利啊？有没有人权啊？他应不应该被尊重啊？他应不应该被这个原来的啊人类按照形象所造的，跟他们能够和平共处啊？这里就发很多的故事。可是呢，那个故事里面很有意思，因为导演呢在里面设计了一个角色，那个角色呢既是人又是合成人啊。因为那个人呢是发明合成人的那个科学家的儿子，这个科学家的儿子死了，这科学家呢就把他的意识呢转到合成人里面，最后呢他就变成了既是人又是合成人啊。所以呢看到这里，你知道这是对耶稣基督的故事的模仿啊。所以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知道后面他的故事无论怎么编，你知道吗，整个故事的焦点是在于这个人的角色觉醒，是在于他知道他是谁，他开始知道他是谁，他要扮演什么角色。因为整个故事无论向前面怎么发展，最终是取决于这一个既是人又是合成人的这一个人他是谁，以及他可以做什么。因为他就是在模仿耶稣基督的故事，甚至呢像黑客帝国一样，这个里面的这个人的名字就叫 Neo 啊，就是那一个救世主的意思。所以呢，让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嘛，来看到这个角色的觉醒。有一个武功很高强的绝顶高手，然后呢，有一群人呢就去找他练功，和他的徒弟们。过了几年之后呢，这些徒弟呢都觉得已经学到了师父的功夫，所以他们就要下山。师父呢在他们下山之前就给了他们两个锦囊，就说呢，你们下山之后呢，如果你们遇到了很大的艰难。你们被那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网住啊，这个世界的各种的道路让你们迷失啊，让你们不知道应该怎么行，你们都可以打开其中一个锦囊。于是呢，这帮这个徒弟嘛就下山啊，在下了山之后，真的就开始哇，这个世界花花世界太厉害了啊，各种的声音、各种的主义、各种的道路，使他们迷失了自己的方向。他们发现呢，他们所学的那些招数都不能够来对应这个社会了，因为你知道武功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不是招数，而是心法，对吧？所以他们就决定打开其中的一个锦囊，就发现那个锦囊里面有一张纸，上面写了八个字，你知道写的什么吗？基督是主，恩典为王。这就是这一帮人角色觉醒的时刻，他们开始知道他们是谁。他们知道说，哇，我在师父那里学的那些外面的，我们要奉献啊，我们要聚会啊，主日的时候不要上班啊，然后还要怎么样啊，要受洗啊，这些都是外面的招数，但是真正的心法是这八个字：基督是主，恩典为王。阿门。所以今天呢，你们这些要受洗的弟兄姐妹呢，你们都是打开这个锦囊的。这今天是你们的角色定义的时刻，是你们的角色觉醒的时刻，是使人觉醒，发现说，哦，原来我到底是谁。而这一帮人呢，就哇，他们就在一起，又过了好些年，过了好些年之后，他们又遇到了很大的挣扎啊。虽然他们得到了这个心法的秘诀。但是往前面走的时候，他们之间到底我们要做什么呢？到底我们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他们之间产生了很多的分歧，他们之间产生了很多的痛苦，他们也不知道走着走着，也不知道怎么往前走了。他们决定打开第二个锦囊，第二个锦囊里面也是八个字。所以你们知道写的是什么？非复十架，奉信福音，阿门。这两个锦囊就是秋雨之府教会十几年所走过的两个角色觉醒的时刻，也是保罗在这里为以弗所教会所做的那个不平凡的祷告，重新的发现福音，然后呢，我这为耶稣基督被囚的来为你们祷告，求主使你们背负十架，奉信福音。不要以为羞耻，因为这本是你们的荣耀。阿门。
父神的丰盛的荣耀，圣灵内住，使我们里面的那个新造的人不断的刚强起来，然后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爱充满我们，使我们众人，注意啊，一定是与众人一同的明白主爱的长阔高深。福音带给教会，福音带给每个基督徒角色的觉醒，一个是从福音来认识自己是谁，一个是从福音来认识自己要做什么，要走什么样的道路。第一个时刻是一个个人性的角色觉醒，第二一个时刻呢是群体性的角色觉醒。第一个时刻呢是关于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第二一个时刻呢是关于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使命，确定的救恩，未尽的使命。这是保罗要为教会来祷告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活在福音当中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子？有的时候我们看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互相看，我们有的时候感觉到很无力，我们感觉到很挫败，因为我们似乎不能够看到一个被福音所光照所塑造，被福音塑造的婚姻，被福音所塑造的子女的教育，被福音所塑造的对金钱的看法，对性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活在福音的光中到底是怎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位牧师这样讲，他说，你知道谁对你的生命影响最大吗？他说，其实没有人比你自己对你的生命呢影响最大，因为这辈子呢没有人比你自己对你自己说话更多，是不是？对你说话最多的是不是你自己？所以保罗才说，哦，不是保罗，大卫才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因为我的心若不向我传福音，我们光是每周来听牧师传了一道福音，但是这一周对我说话说的最多的是我自己，对不对？是我自己，人无时无刻都不在对自己说话，自言自语，甚至嘴唇不动，而且还在心里转换不同角色，对自己说各种不同的话，是不是这样？关于意义，关于身份，关于一切的是非对错，每个人都是神学家，每个人都在心里不断地教导自己，影响自己的行为和一切的决定。那么请问，福音是否驱动和影响着你对你自己所说的一切话呢？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各位，有一个牧师是不够用的，你得把这个牧师做成一个机器人，放在你们家，早上起来就按一个按钮，他就一直对你说话，非常有用。因为我对你说十句，你对你说了一万句，除非你自己对自己传福音，除非福音驱动和影响你对你自己所说的一切的话。我们这个弟兄姐妹做分享见证的时候，有一位丈夫很有意思哈，他说，我妻子对我说，结婚之后大事儿都听你的，小事儿都听我的，结果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发生过大事儿。我们都活在那些千千万万的小时刻里面啊，所以让我挑战你们每一位，信主对你来讲是否意味着说，主，从今天开始你是我的丈夫，你是我的主，从此之后小事我说了算，大事你做主。然后除了洗礼和葬礼，这中间就没有发生过大事。让我再次的说，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回到最后一点了，真正的福音运动一定是不平凡的祷告的结果，得胜的祷告，前线的祷告，群体的祷告，没有不平凡的祷告，
就没有火降下来焚烧一切的罪恶，单单的留下在基督里焚而不毁的新生命，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里面的人，外面的人死了，里面的人才能够活，外面的人软弱下去，里面的人才能够呢刚强起来。那么让我问一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怎么知道火已经降下来了呢？你怎么知道火已经降下来了呢？在福音的运动当中，当保罗的这个祷告成就在我们这间教会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你会看见挂名的基督徒开始真正的悔改，你会看见在这间教会当中受洗多年的人开始经历重生，你会看见在这间教会当中冷淡的基督徒开始火热，从来不带家人和朋友来过教会一次的基督徒开始带他的朋友和家人来到教会，一个曾经在服事当中受过伤受过委屈，对自己说我再也不会在教会当中做这个服事了，但是福音运动开始的时候，这个弟兄重新报名开始了他之前已经不愿意再做的服事。你怎么知道火已经降下来了呢？你会看见有创意的福音的事工在我们的当中产生，看见有人拿着骨灰盒到街上去放胆的传讲福音，你会看见怜悯人的事工在主的教会当中被兴起来，就像起初彼得对保罗说，你往外邦人那里去，我往以色列人那里去，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我们都要做的，那就是什么？怜悯穷人。福音运动的一个结果就是教会被兴起来照顾那些边缘的受压制的和受不公正对待的人。你怎么知道火已经降下来了呢？那就是基督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的教会，不信的人愿意来到教会，来到教会的人纷纷的悔改信主。上两周哈，严长老有一次很兴奋地对我说，有一个在大街上收到我们福音单张的人今天来教会了。有一个牧师他讲一个小故事，他说我想做妈妈的呢都知道，他说一个小女孩，我不知道小女孩可能到几岁的时候啊，然后她第一次系鞋带，她自己系不好啊，妈妈呢就地下来帮她，然后她就打开妈妈的手说不要管我自己来，有没有啊？小孩子成长当中都是这样子，对不对啊？不要跟我说我自己来啊。一个方面呢这是对的啊，一个方面呢她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就是她渴望独立，她渴望被训练独立啊，到她，但是你注意一件事，这个只是成长的第一步，就是极其渴望独立，渴望独立的完成这件事情。但是呢更成熟的人会成熟到什么地步呢？会成熟到欢喜的愿意接受帮助。所以在另一个方面你知道吗，在罪人里面有一个自主和独立的谎言，其实已经在他的心中长大。一个方面来说，妈妈当然可以减少在像系鞋带这种事情上对她的关注，给她一点空间，让她自己呢独立的去成长，而转过来在她心灵的成长上面更加的去加大关注。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是需要来提醒我们，这些已经长大但是在基督里是小孩子的基督徒，没有一个人被造是为了过独立的生活，没有一个人被拯救是为了不依靠别人，你明白吗？人被造是为了来依靠上帝。万军之耶和华，诗篇84篇最后一节怎么说？
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人被拯救不是来过独立的生活，人被拯救是得以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人被拯救在主的教会当中是为了来彼此依赖。阿们。基督徒的成熟不是从依赖走向独立，而是从独立的状态欢喜的走向对上帝的依赖，甚至在恩典当中对他人的依赖。充满是什么意思？一件东西被另一件东西充满之后，它还是原来那件东西吗？一天教会如果充满了圣灵，如果充满了基督，充满了父神丰盛的荣耀，充满了爱，这天教会就会走向成熟。但是让我们怎么来定义这个成熟？我把它叫做独立的彼此依赖和依赖中的彼此独立。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过于的依赖他人，连自己做的事情都要交给他人做，这种人缺乏的是独立。但是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太独立了，不愿意承认自己需要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需要彼此依赖，身体上灵里面所有的方面都需要。有人说，哎，我跟一个弟兄说，你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他不愿，我自己在教会祷告挺好的。他不承认，他不愿意来面对他在这件事情上被上帝赐予一个必须彼此依赖的群体。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你是需要在独立当中增强彼此的依赖，还是要在依赖当中呢增强你的独立？但是求主来帮助我们与得以与众圣徒一同明白主爱的长阔高深。阿们。那我最后讲一点啊，周马田讲到说，只有爱才能够认出爱来，只有爱才能够吸引爱，只有爱呢才能够欣赏爱。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得以与众圣徒一同明白主爱的长阔高深，也是保罗在这里说的，好叫我们知道基督的爱是建立在那一个有根基的，基督的爱是唯一有根有基的爱。爱产生顺服，爱带来改变。福音运动是正确的对福音的认识所导致正确的对上帝的情感的回应的结果。换言之，福音运动是爱的结果。主的爱的长阔高深在哪里被看见，复兴就要在哪里发生。你怎么知道火降下来了呢？那就是在我们当中有人爱他的仇敌。你怎么知道火降下来了呢？教会爱那不信的人。福音运动的实质就是爱仇敌，传福音就是把福音传给不喜欢我们的人，或者传给我们不喜欢的人。你不喜欢，但主喜欢，所以你说好吧，你喜欢的我也喜欢，所以我们去传福音。好吧，你讨厌的我也讨厌，所以我讨厌我自己，我讨厌我的罪，我厌恶我自己一切的恶行。阿们。所以让我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使命呢，跟一切人的使命都不一样啊。在本质上，使命是信心的结果，而不是道德行为的结果。福音跟一切的宗教的区别呢，就在这里，是爱产生顺服，而不是顺服带来爱；是恩典产生顺服，而不是顺服呢带来恩典。福音从来都是一个完成时的福音，而不是一个将来时的福音。
只有一个已经完成了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福音，才能够来推动我们走向那一个尚未完成的使命，并且为这个使命去死。福音使命是尚未完成，但是福音使命在十字架上已经得到了保证，已经得到了肯定，已经获得了确据。各位，那我这样说，你们当中有谁不愿意去找一份铁定会成功、绝对不会失败的工作呢？你们想过想找一份这样的工作吗？来吧，这个世界上其他一切的运动都要失败，唯有福音是运动必定成功，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那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会做一个传道人？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传道人是铁饭碗，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只要你做了传道人，上帝全包。圣经说，我未曾见过义人的后代讨口，但是李世民的后代、朱元璋的后代，据说现在都有讨口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是全职的侍奉还是代职的侍奉，你都是一个全时间的基督徒。这个世界上只有基督徒是铁饭碗，其他机构都是要裁员的，连国家都要裁员，计划生育就是裁员，对不对？啊，移民政策就是裁员，对吧？但你什么时候见过教会裁员？只要你真信耶稣，绝对没有名额限制，上帝管吃管住，一切都是他供应。你只要做一件事，神的恩典就一定够用，你做其他事，神的恩典不一定够用，但是你做这件事，神的恩典一定够用，那就是为他而活，为他去死，那就是这一生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到这一场与众圣徒一同明白主爱何等长阔高深的福音的运动当中，那就是预备一切，重新的来认识这个福音，然后在神的面前做一个不平凡的祷告，求主从天上降下火来，焚烧你和你的家，焚烧这间教会，焚烧他在中国的教会，焚烧这个时代。阿门。所以到上帝的面前去做一个不平凡的祷告啊，比如说，主啊，我要为你守独身，主啊，我要持续工作，我要成为宣教士，主啊，我这个暑假哪里都不去，我要报名参加校园精兵营，主啊，我要立一份遗嘱，把我的一切房产奉献给你的教会，不留给我的儿女。有人敢做这样不平凡的祷告吗？主啊，求你再给我10年的寿命，可以陪伴帮助我身边的几个信徒，直到他们成为你忠心的儿女和你所拣选的仆人。主啊，让别人去埋葬他们的父亲吧，我要来跟从你。阿们。让他们去开渔业有限公司吧，我要来跟从你。让别人去买一辆豪车吧，我要把钱省下来奉献给人文学院。敢做这样不平凡的祷告吗？如果你敢，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阿们。求主在这间教会当中来兴起这些不平凡的祷告者和这些不平凡的祷告。无论你们会不会，我会这样为你们祷告，你们害怕吗？那当我最后我在预备的时候呢，我一直在想找到一个很好的故事或者见证啊，来向你们表达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这个不平凡的祷告所具有的力量、荣耀和恩慈。但是呢，从周一到周五我一直思索，都没有找到一个很贴切的故事啊。你知道孩子们总是希望牧师要讲一个故事才结束，但是结果呢，昨天我收到了一封信，一封真实的一间教会写给另一间教会的信，就是写给你们的信。我请同工切换一下 PPT。 在美国
弗吉尼亚州夏洛维尔市的三一长老教会写了一封给秋雨圣约教会弟兄姐妹的信，并且他们找人翻译成了中文，我给大家读这一封信。亲爱的秋雨教会以及所有可能会读到或听到这封信的中国弟兄姐妹，这是一封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夏洛维尔市在耶稣基督里的祝福。乍看起来你们接到这封信似乎很奇怪，因为我们之间远隔重洋，你们对我们一无所知，然而我们确实知道你们，透过基督教会连接的关系和遍布中国的友谊，并一直不断地为你们祈祷。这虽然看起来奇怪，但在神的眼里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大家庭，我们享有同样的血缘，主耶稣基督。所以这封信实际上不过是一封关于爱和鼓励的家庭信件。当你们受苦时，全球教会都感同身受，当你们坚定地站在信仰中信靠主耶稣基督时，全球教会的信仰信心就都会受到鼓励并成长。亲爱的家人，事情是这样的，在及时地获得你们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临困难考验的消息之后，我们整个教会都被告知了你们的事变，为你们祷告的请求已经发出，我们都在为你们祈祷。我也收到很多人的电子邮件，他们告诉我他们在为你们祈祷，并且想知道更多关于你们的事情。王毅牧师和其他人最初被拘留的第二天是一个礼拜天早晨，在我们教会我们举行了我们的敬拜侍奉，许多人都来向我问你们教会的情况。事实上在我们喝咖啡时，我们的一个中国成员，我们教会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弟兄姐妹问及你们试炼的更多细节，当他了解到你们所面对的困境时，他的眼里顿时充满了泪水。他很悲伤地意识到他和他的同伴们在我们这里的礼拜天敬拜和你们这些在中国的弟兄姐妹正面临的相比有多么大的不同。在你们被抓后，我们这个礼拜天的敬拜立刻变成一个和平时完全不同的主日敬拜。在收到我的解释你们的被拘捕和信仰的信息后，我们的一位牧师沃尔特金立即改变了他的讲道内容。就在他要宣讲的前一天，我起初没有意识到这些，一直到他在我们教会超过1000位会友的面前以一个极有冲击力的问题，耶稣是否值得，来开始他的讲道时，我才意识到他改变了讲道的题目。牧师沃尔特传讲了什么是在耶稣里面真实的信仰以及所要付的代价，他直接提到你们和中国的教会面对的试炼和逼迫，整个礼拜堂的气氛很沉重，人们的心灵受到极大冲击。我们的祈祷是我们的信仰会被加深被感动。我扫了一眼我们的会众，并想到所有在场的人，我意识到对我们来说，那天早晨本来最大的压力是当我们预备来教堂的时候要穿哪件衬衫，或者确保我们的孩子在车上没有弄脏裤子的情况下下车。我又意识到和我们比较起来，你们每个人醒来准备去教会的时候所面对的压力，不是哪件衬衫看起来不错，而是你们是否会穿上球服，不是你们的孩子们是否会变脏，而是你会不会再看见他们。但因为你们对于耶稣的忠心，你们无怨无悔地接受这一切，
想到这些，使我们更加幸福并深受鼓舞。耶稣值得吗？你们的信仰信心已经向我们证明他的确是值得的。尽管我们目前不用面对你们所面临的困境，但我祈祷如果我们有一天也要面对同样的试炼，我们会记住你们坚定的信仰，能像你们一样谦卑但坚定地站在耶稣基督里。谢谢你们透过你们的眼泪和信念来教导我们。亲爱的家人，请不要忘记我们跨洋越海与你们站在一起，一同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凯文·梭耶是宣教部的主任，代表三一长老教会。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真实的来经历，与众圣徒一同的来明白主爱的长阔高深，知道那唯一的有根有基的爱是在你的里面，这爱过于我们所能够测度的。我们稍微的来经历你的爱，使我们的生命全然的被改变，我们的角色苏醒，我们被你定义。求你来带领我们，与中国的众教会，甚至与全地的教会，与那些我们不相识的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因为这封来信让我们更深的真实的来经历到保罗所说的地上的各家都是从父得名。主，我们在你的面前祈求你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重新的发现福音，求你使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真实的生命和我们共同面对的这个时代和这个城市当中，求你的福音不断地对我们说话，带领我们来走这一条背负十架奉行福音的道路。求主你使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以及这一间教会在你面前有了不平凡的祷告，就是将你的国和你的义摆在我们生命的祭坛上面的祷告。主啊，祈求你从天上降下烈火来焚烧我们，将复兴临到我们，叫我们一同委身你自己亲自所带领的这圣灵的大风，主啊，你自己亲自所带领的这一场福音的运动，在其中焚烧我们，留下那焚而不毁的永远的生命。感谢赞美主，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请诗琴给我们一点音乐，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有一点默想。